房姐，来吃饭了。来了，我先把羹子给放了。还挺好使啊。 我碰见你张老师说那什么，他跟我说你们这摸底考试总成绩，你这回是全班第七啊？好像是吧。上回考试第四啊。我要知道这样的话，就不让你去参加那冬令营了，成绩拉的。看这个，第七名已经可以了吧？ 真的，别先爸爸唠叨。今天真是你关键的一年。谁知道我明年能考得上？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别嫌我啰嗦。爸，万一我明年真的考不上呢？考不上就接着来呗。复读啊？那我可不依着你。你不复读能行吗？你必须得复读啊。我偏不复读。 这车马力不够，咱换一个吧，要不然可耽误事儿了。换啥不换不换？这还能凑合？这车可以，这车。你能凑合，为什么我就不能凑合？你说啥了？你不能那么想哈、啊，你学习上不能那么凑合啊。又来了。哎哎，马姐。啊。那个，好像过两天你妈妈过生日哈、啊，咱们是要给打个电话，啊？不需要。 不，那个，我准备了一个生日卡，到时候你给寄出去。你这笔记模仿的不赖，<笑>瞎模仿呗。我早就没有这个妈了。喂，哎。 Thank you.
出差呀？妈妈这次出差的时间也许会很长。很长是多长啊？妈妈也说不好。妈，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妈，你真的不要我了？我以后再也不问你要零花钱了，你不走行吗？小姐，你听妈妈说了，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听爸爸的话，要好好的读书。放学回家的路上，要小心汽车，听见没有？妈，你快回家，你记着，妈妈是爱你的。回家。啊，明天你再去取食吧。你最好自己去取吧。谢谢老板。那你怎么个谢法呀？啊！别这样，我都说了，我不是有男朋友了吗？有男朋友怕什么呀？啊，哥哥在这里面啊，最想的就是你呀。哎，马师傅，这么准时啊？啊啊！亲戚，马师傅，帮我换上吧。走，王八蛋，我砍死你！老师，你们，哎，好。哎，哥们儿，咱俩在哪儿见过？我就送水的。看着眼熟，明亮，我出去一趟，现在。一会儿不是有人来面试吗？你帮我应付一下就得了。哦，对了，晚上在贵宾楼最大的 VIP 包房给我定下来啊！我要请够多朋友聚聚，去去晦气，啊。换完了，他不是判四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背后有人呗。马师傅，你以前没见过他？哦，行，我走了啊。行，哎，我再叫你啊。哎，啊，拜拜。
师傅，送水啊？啊，那个，那什么，你跟那个谁小美事情怎么样了？哎，别提了，我这不是正准备去民政局跟他办离婚手续。啊，现在就去民政局了？对对，现在去。就没有这回旋余地了是吧？我这都快给他跪下了。你要不怎么的？我跟他谈一谈啊！啊，不用师傅，我觉得我现在想开了，这种事儿强扭的瓜也不甜。不是谈一谈，然后吃个饭，然后聊一聊。等会儿。哎，喂，马师傅，我这边水用完了，你给我送桶水。啊，行，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好，你尽快啊。好。好，谢谢。你要不就是定期满嘛，就是把这事儿谈开了，然后你把那个李局。李军那两口子都叫着，然后晚上再，不能就有感情的，你不能这么散就散了，是不是？啊，那我听您的啊啊，晚上找个好饭店，然后打电话，然后去，行，赶紧走吧，去吧。行，那我走，您没啥事吧？啊啊啊，好，那我走了啊。哎，回头我跟橘子他们两口子说一声。啊，对，一会儿见着你跟他说就行啊，去吧去吧，嗯。喂，大哥，今晚饭局你必须得参加啊！帖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一会儿啊我亲自给你送上去啊。李总，不必了吧？你这刚出来，最好还是离开清河，去外面放松放松。这怎么可能呢？啊，我今晚就是要给自己做一广告，设一大动静，我让于超那帮小子知道。我李冰随时可以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啊，您说是不是啊？行了，不说了，晚上见啊。哎，什么情况啊？去下去看。怎么看的呀？你给他们看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打人！就是啊！哎，了不起啊你！闪开！我滚蛋！信不信我揍你！啊！你干什么呢你？当然了不起啊！你又是哪根葱？当街耍流氓啊你！打他！打他！哟。您好，这里是秦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110吗？哎，我报警啊！秦河二中门口，秦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于超的儿子打架斗殴，这事儿您管不管？请重复一遍。我说啊，秦河二中门口，秦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于超的儿子在打人，没听清楚啊？喂，喂。啊，有点事儿啊！给王婷带好啊，慢走，谢谢。丁威，你回来吧。去了，这一星期又回来了。司令局说咱局里要成立一个扫黑办，哎，可能要抽调我。这是大事。行，准备走吧。哎。于队长，别来无恙啊。知道您去省里开会了，我在这儿恭候大驾多时了。李冰啊，哎，出来了。是啊，这回可是政府主动放我出来。怎么样？您还有意见吗？出来了就老老实实做人吧。那当然了。哎，
我在那里面待两年多，怎么着也没见你有什么进步啊？还是两毛三呢？啊？李冰啊，哎，既然出来了，就遵纪守法。你要再进去，我就升官了。啊，走。还是先管好你的宝贝儿子吧。其实啊，就是两个年轻人一时冲动，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强奸。现在是女的觉得钱给的少了，就出尔反尔不干了，想讹我们。我弟弟就，红沙，这事儿我会跟老于说的，但是啊，这东西你必须得拿回去。这东西我都带来了，我再带回去，我们家陈子涛还不得骂死我呀？哎呀，那于队不在，那我就先走了。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你得先拿回去。拿拿拿，走了走了走了，不行得拿回去。哟。于队，您回来了。哟，你这可是稀客呢。于队，我弟弟李冰那个案子给您添麻烦了。不过那可不是什么强奸，那俩人是正经谈恋爱的。我知道这事儿，这事儿还是不少人打过电话啊。而且老陈跟方琴是同学是吧？对。但是呢，啊，这个案子呀，所有物证跟证词表明，这就是强奸。也没那么严重吧？这谁年轻的时候不干几件糊涂事啊？这可不叫糊涂事儿，这就是犯罪。所以您啊，回去跟老陈解释一下，他都明白。啊，把东西带回去。这东西我都带来了，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烟酒，你就收下吧。啊，我先走了。您等一下。我是个警察。您这包装动没动，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您这里边装的就算是真烟，都够我去纪检委的。老师，这孩子又给您添麻烦了，我这就赶过去。我进来。于小刚，你说你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呀？啊？你没听着外边就传你爸的事儿了吗？这个关键时刻你能不能给他省省心啊？他们先动的手，我那是正当防卫。你狗屁，跟你爸一个德行，就要管闲事。哦，我同学被人欺负，我还在这看着不管啊？你还狡辩！回来了，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儿子又惹什么娄子了？这事儿啊？说说啊，怎么回事啊？这是他们先动手打人的。没问你大哥，你动手了没有？动了。还是的呀，你动了手不跟人一样吗？跟你说多少回了，儿子，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个警察的孩子，你不能动手打架。人家小孩打架，这就叫打架，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就叫蛮横无理。我没有。犟嘴。老于，你看这网上这不拉偏架吗？这不。什么呀？他们是造谣污蔑，不信你们自己查监控去，看人先动的手。你甭说的，你这说得清楚吗？就看你打架了，你也打人，人也打你了，说不清楚。你说点，说点，说点。喂，南军，恐怕不能让你休息了。今天下午两点。陈副市长要到咱们局里来听取工作汇报，他是新来的分管咱们公安的副市长。你看这老宋啊，出差了，刘局呢调到了扫黑办。这领导来视察，不能太冷清啊，你得来呀。行，我知道了。
啊，怎么着？您还有什么指示？哎，小刚的事儿听说了吗？我知道了，正说他呢，现在。哎呀，这个视频啊已经传开了，是过了点头，但是呢，这个道理啊，站在小刚这一边。孩子嘛，总要有个成长过程啊！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事儿闹的，哎，一小孩打架造成这么大影响，哎呀，没那么严重。好好跟孩子说，今年是关键的一年，别影响他学习啊。行了，您甭管了，我已经处理好啊。哎，好。看见没有？好事不出门。哎呀，他下午还了解客人上课去了。上什么课？先把检查写了，快点，快点，快点，解决问题。快点，你不让我上的啊？写就写呗，我说我不让你上，什么孩子这是？随你。什么叫随我？师傅，有人来看你了。啊？你怎么来？啊，我出差路过，我想过来看看。哦。来，你进来吧。那我来了，来。师傅，那我先走了啊。长大了，小锦都长成大闺女。最近公司特别的忙，我得回来取点东西。那个什么，你还要走啊？公司最近事儿特别多。那个，你这样行不行？因为孩子马上放学了，咱们一起吃个饭。孩子挺想你的，因为你这一个多星期一直住公司，我马上就好。这是打算一直要住到公司去吗？东升，咱俩离婚吧。
还是原先的那些家具啊？也该添点新的了。怎么不住以前那个房子了，搬到这儿来了？他是这样，他这个地方也是等着那个，等着审批，然后拆迁呢。厂里面说谁要能看着这个剩下这块地方，就给谁补助500，然后就住这儿。啊。小锦。什么时候放学？他都是5:30左右吧，到家了。那就是说，想在一起吃顿饭也不行。啊，我是下午4点钟的飞机，飞广州，明天回苏州。我能看看孩子。这个学期呢，我们的散文赏析呢是作为一门辅助课，目的呢是想让同学们通过对过去学过的一些优秀的经典散文作品做进一步的领会，提高呢写作能力。那你找一下马景。好的，马景，你过来一下。找马景干啥？好，同学们安静下来，我们继续上课。爸，你有什么事儿？我正上课呢。慕云，你妈妈来看你了。妈，小姐，妈妈正好出差路过，想过来看看你。啊，顺路呗。要不要再拍张合影啊？爸，你带手机了吗？哦，我带了。没事的话，我先走了，我正上课呢。长大了，个可真高啊！啊，是，这有点任性。Thank you.
孩子那个反应，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知道。那个你在苏州是开那个饭店、啊？是，你这个大点儿，但是饭菜没这儿好吃。咱们那个时候不是常挨这儿吃饭吗？对，爱吃螃蟹。那你这个生意怎么样？本来还行，可是那个人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指望我那个饭店了，所以算了，不说那些晦气的事儿。你的日子过得……我过得不好，你可以说我自作自受。你看你咋还这么敏感？来吧，吃吧，吃螃蟹吧，我替你剥。哎，给。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哦，你说。马姐不是要考大学了吗？你能不能让他报考的大学离我近一点？你看是这样啊，苏州呢，在上海和南京中间，那好的大学多的是。我是这么想的，如果马锦需要照顾的时候，我能够离他近点，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想法挺好的，但这也得问马锦了，看他是什么态度。回头我跟他说了。我知道这些年你自己带着孩子过得不容易，也许你心里还在恨我。不恨你，我恨你干什么呀？那个时候厂子要倒闭了，全员下岗。你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你想过好日子吗？这很好理解。那个时候太年轻，幼稚，爱慕虚荣。时间太快了，一晃就是8年。这不，报应来了。那是过去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就不提他了。我只恨我自己没什么本事，太穷。这个你拿着。这什么？2万块钱，我给马锦上大学用的。我刚才本想当面给他，可是我怕孩子把钱扔到我脸上。不是，他现在孩子没上大学，你给他这钱？那你就先存着，等他上的时候你再给他用，免得我再转给你。行，我替马锦先收着。对不起啊，这么多年没见孩子，就拿了这么点儿。王娟，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什么问题？就是你当初跟我离婚啊，咱们在民政局，你为什么那么痛快的就把这个马锦就让给我了？你为什么没争一下？我知道我争不过你，所以不争。我能理解你是怕孩子成为你累赘吗？马东升，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怎么能是累赘呢？我是孩子的亲妈，你觉得我舍得吗？我知道小锦是你的命根子，我当时跟你离婚，我做的是不对，我再把孩子带走了，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过日子啊？我这不是要你的命吗？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就是这么想的。明白了，明白了。
老师，我理解有问题，但是今天我真的非常高兴，你能来看孩子，真是从心里高兴。可是你也看见了，他嫌弃我。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么多年这是可能孩子的一个坎儿，希望他长大以后能理解吧，但这得需要时间，是吧？哈。哎，谢谢师傅。不客气，不客气。好，你放。你要到那儿方便的时候，你就给我来个电话吧。啊。哎，你等一下，这个。啊。这个孩子给你做的这个生日贺卡。嗯。来了，来罐蓝。好。什么呀？来姐，你哪来的卡呀？这回东丽莹摸奖摸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啊？这是第几个啊？不知道，反正是免费的。哎，给我也来一罐。不好意思，得凭卡消费。给钱不行吗？这个是新产品，还没有投放市场，所以这是厂家的规定。这么拽啊？不就是一瓶水吗？马姐，你喝什么呢？呢？蓝？这你喝过吗？我没喝过这个。不会就凭这张卡终身免费都喝来吧？不知道，不喝白不喝。走吧。有时候一天来两回，看来口感不错。